耶、yeah, ，小老师，很开心今年就可以跟阿飞一起为附中三八做开场的编排，然后每年都要讲一下，就附中真的是非常优秀、非常乖的一个学校。然后大家每次练舞上课的时候都会非常认真，然后都会把老师的想要的重点，或是想要表达的东西，然后都会问得很清楚，然后会很努力、很努力的练习。然后而且每年的惩罚都会自己做很多大量的自编自排，然后就是非常酷的一件事情。然后也希望今年你们惩罚一样可以大成功，耶、yeah!！Stop it!